政府新例实施，四人以上的聚会都要禁止。虽然红白议事获得豁免，不过亦都有不少人宁愿延期举行，以免增加传播的风险。林子善女女林以晴已经3个月大，本身仲有10日就100日了，不过子善为了安全起见，都是决定取消8日宴。呢日佢就留喺屋企同老婆一齐，一家三口同女女庆祝，仲呼吁大家要做个有责任嘅香港人，唔好自私周围去增加医疗负担啊！好友陈伟、姚子玲、梁静琪等人亦都留言祝福，希望疫情早啲结束，大家就可以快啲见到想见嘅人啦。